如果当时该多好。是怎么成为世界的魔头？我在他的体内发现了一道异物，是邪物。胖虎东，邪门的邪。一日为贼，别走了，终生鼠辈。你知道我们家小姐是什么身份吗？晚上我们只能睡一间房。找死吧你！水妖儿，我遇见你就没有不倒霉过。我踩到了狮子门，必须要两个人配合才能进去，需要我们阴阳结合。阴阳结合，我就一点都不温柔啊！舒服点了吗？我问你舒没舒服点啊？你满脑子只有儿女情长，看看现在的中国，需要一个人把那些各自为政的江湖力量集结在一起，才能在危难之际拯救国家。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死又何惧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你，我这辈子都在这里，除了你什么都没有。你能看着他死，杀了我，用我的心头血做祭品，你就可以得到五行圣灵。